请孔讲师这边前到冲，坤到冲，讲师好，，
嘛是穷困一生，一生贫穷潦倒啊，修炼嘛该艰苦，嘛是这款话来，啊，说是无论庄严佛道的菩提，无论成为众生，啊，你嘛是无好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中心指派这个地方？哦，咱这地方是中心指派啦。你是毕竟在遐了了，咱修炼无离非恶非相修，福就是悲，慧就是智慧。要想成佛成道，不离开这四个字，这是你悲智双运，慈悲跟智慧啊。刚才孟老的修炼人，无离非慈悲，无离非智慧，你就有成佛的机会。但是若要对到嘞，你就执着妄想做最多。你若执着妄想，当然就轮回生死。这种相对哦，四字就咧轮回生死，四字也当袂受得到。啊，人咱要修对四字，福慧双修，哦，福慧双修啦。啊，所以这有些牵涉到咱修办过程，咱修到个人的性格。我说今天这个题目，大家看来讲，两字亲切啦吼，非常深。但是今天的题目来讲出来了内容，咱听听嘞，不管你听不一定听真正听有啦哈。因为我先强调一下，因为这有牵涉到足内在物件修行，很内在的修行啦。啊，但是咱对照一下，对照一下我们的境界修行到哪个坎站，了解上啊哟。啊，那离遐远啊！离修炼根基，根基遮远，离佛菩萨塔遐离得远。哦，当然咱爱加强，咱来用功。啊，咱先来讲这个前言，时间表在哪里？往那边，然后好。今天候选时间到10:45，叫你奉行要到11:00，差不多了吼。啊，但是时间问题，可能个侪念的江苏内头所拢是两个钟头啊。但这个题目可能在3点钟才讲会完呐，咱个浓缩，啊，因为我啊就是缺点，在所发现，啊，无全部栽培啦吼，啊，无伊嘛好啦吼，啊，来摆一个方面，啊，来高看，啊，可能时间超过，所以唔知收中啦，所以咱掌握了大家，也是宝贵的时间啊，话说咱今天分享一下，啊，咱来讲前言啦吼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啊，但是这个前言时间可能爱。小可甲咱挪用一下，因这个时间会较长啊。啊，因为较长的时间，要话比较连贯，听起来了吼，咱要衔接，安尼才爱起来。师尊甲咱强调甲咱讲，咱是咧修福，也是咧修慧。咱平常时啊，咱有咱家己啦吼。咱是家己拢装咧修福尔，还是装咧修慧尔？咱有平常时个生活，用有啊。我大家拢来学堂，天公庙玩啊！啊，我无布施啊，我无摒扫啊，我无服务啊。这种是啥？这是修啥的？好，这叫做修福。我你善尽家财万贯，所有物件拢到后面出去，这叫做修福。跟修行没关系啊，这不修行。你讲我来做帮助工啦，我来变数签表变数啦，我来学堂牛高班啦，这不叫修行。这个叫做修护，啊，修护的重点是啥？当然就是要除障，除咱的业障啦，那个障碍障，给它除障。咱福也无够，为什么？平常时功德来做够，唔惊业力在给你造啦，听无？你若平时福有够，你唔惊迄个业力无形我来给你清算，咱会往清算，往清算。就是代表咱福气无够，啊福气无够，因为咱别人要爱咱的功德，所以你修福是我们个人事情，修慧是我们个人事情，但是呢，不要跟修福跟慧搞在一起。唔单咱读书多天，咱拢咱都读过，我听讲咱读三遍啦吼，咱不是是啊，你是道理啊，你是道理，你讲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如果别人修福，阿边嘞？不修，不修为目的，你讲修福，便是得哦。布施、供养、
湖边、新疆、沙漠、原来州，你像故事又袂多，流逝一撮侪原在，啊无？嗯。你若要用福来袂多，为什么若搁侪原在？对唔？啊，我着平时啊做遮尔济，啊我若讲无拢改变我的命运，啊无拢改变我的因果，咩做？是互咱的业障除掉，但是咱的罪才有这个罪。对啊，不仅如此，咱的贪嗔痴慢疑五戒十善这物件，那个罪没有除啊，迄、那个罪都还在啊。你这趟罪还在，同款你福报来，罪嘛伫咧。哦，所以即摆讲福报、罪恶，我们都连在一起啊。所以即摆有人说，我本来喜欢吃冰山，足快乐，足自在。容易你福慧也过，我就希望他含一点多去运动啊，慰慰啊。啊，这摆在咧休困啊，定去遐创啥话啦？伊就感觉怪怪，心理上产生那种障碍，那个业障就会现前。当你要来的时阵，人就该做坏啦。你一个念心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通通都接收，无形界的东西都会接收，佛给你接收，业力业障都可以接收。但是呢，若无智慧呢，当然你会去哦，迄个物件来砍你，你就无能起来搞这个人啊。所以应该怎么讲？一个月一片宣传，长落落呢，一个月就一片吼吼，无啥物食啦，人无路啦，啊，就一个月落一片人吼，无够可能可能食水啦。也是讲，咱今仔听道理，听到这句当中，要互咱真正正给咱改变咱的脾气、毛病、心情这物件，你说？没有很绵密的修行，没有很高的智慧，你怎么是断惑、断掉境界？不要那理理不明。当然听到你是做绵密的功夫，你这说来给咱正什么火？当下你应该正出火嘞。像什么啊？华光是为你们肯定，那个华光是为做好的。文殊师利菩萨，大家好，文殊菩萨，进步技术。贵体是出机会的老师吗？他这么的大智慧，他还讲句话：玉莲锦州一树如啊，一树雨啦哈，来太太给他讲。若能静静坐一树，玉莲锦州一树如，见贵莲沙就不卡。若能静坐一须臾，胜过恒沙起宝塔。宝塔终归化为尘，宝塔终归化为尘了。一念清净成正水。大家注意，在这所偈当中，既然你清净，无妄想，无执着，无分别，你没有其他的妄想打妄想，你在那清坐当下，一念可以成正水，可以实现呢。这个当下的这一念里面的是升降之境，这地方当然是心甲感的差别上，这点呐瑕疵偶像对入轮回，这种情境究竟以了脱世界、解脱世界，啊，这里大家听道理非常重要，不是咱刚才说我拍什么片了，会，遐会会困到八下紧啊，出来啊吼。啊，无来歹势来叫啦，吼，请来载吼，欠侬人情啦，赔也咧赔啦，啊，都借钱也咧借啦，啊，都啥物物件咧退啦，吼，啊，无来，不要为人情所想，那没有智慧。修行是你解决问题，解决现实问题，你要有解脱为前提，以了悟为目的。那么修行是要解决现实，要了脱咱的问题。哦，唔是要甲咱讲，咱今仔来遮为着某人，还是为某人？某人不是，都是为我们自己而修，为我们自己而成就。你是听道理重要呐？我刚才提东西，但是我说，卖我卖公公打哦，公公挺会接。我今仔听道理时阵，哎喂，卖杜姑嘞，哎喂，今日听一几块卖皮了。卖贴嘛，伊是那个高阳，我拢五六点才起来哦。暗时暗回来才是，大家都得票，拢嘛加，自家己出去啦，拢安尼忍耐。自家头拢爱，比较容易，拢爱讲大啦。
如果当初工作不做做，是安尼，啊，咱就要再想哪事来处理，啊，拄啊我变好变啊，我啦，用心的当初的，忙拄拄啦，一语惊梦，不惊醒梦中人，就故为我忏悔，我也忏悔，哎呀，你啊，那我就说来哦。啊！一个人才舒服，你鼻水吼，我沾鼻水啊，你正做我讲无饱，才鼻水足舒服，都过年啊，有够过时啊！老我今仔病人病啥？我啦，中心讲师啊，伊也打瞌睡，吼，我真正哦，有意思哦。这个打人的叫做打的，啊，咱现在是咩？现在是咩？我们欣然接受感恩，但是我甲看到啊。迄嘛是困几摆，家己嘛困几摆啊！我落班，我来看看，我嘛是咧困咧倒骨咧，家咧戆戆计忙倒骨，伊坐伫嘛是，搁较凉都倒袂啊！但是我们不能讲，不能批评，为什么？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管好，别人好不好那是别人的事情。好歹咱家做好事，把人好歹替人的代志，甲咱无关系啊！你莫讲，啊我都咧做，啊你咧讲我，啊你业障的中心你。别讲我，你在讲我，把事情讲到底，我们不要去计较的，还是要后悔。你大声说，做一次，我现在做事也不后悔，我做三次可以的，四年不后悔，不会要求别人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先说二一个，要让你坐一天，坐到两二，就是要求要求别人。解杀我们麦天，腰杆打直，腹部放松，腰挺了点，我都放落去安软了。阿你卡长有得，阿你你四点钟、八点钟就感觉好快了。保证我们今天听了会当心开意解，心开意解。哦，这讲这讲讲聊完了，还是说再差一点。所以修行里面，在行住坐卧过程当中，为什么叫行？一直行，行一直行嘛。你行住坐卧当中，为什么要行呢？你会打妄想，越放松，越放逸，会纵欲越放逸，你就会不善观。我们心就会善观。你修会过程里面，我们不足，所以公子，公子不为公，行心不够，地位不久了。大家相信破红灯啦，这个病变给他阿彪，那谁开心？大家做一心的啦，大家拢较关心，大家做义不容辞，但是地位为什么地位强？修行的功夫、内证的功夫不到，所以我们老师讲一句话：我现到到现在，我们找不到知音啊。老师讲，那地位就全国第一嘛，我是全国第一，一直都我广泛的进来了。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境界里面，包括所有的修行，你今天找个罗汉很难。你现在关头，包括佛教的其他宗教，因为所以前罗汉艰难啊，阿罗汉很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当然为这个新闻再来再修了哦，那么想换啊，那就是修不行哦，现在都给修，都给修。所以时空福慧福跟慧不可中断，所以到底点啊？这是你买别赛赛波盘啊，赛波链啊，一个大链、无线链，到底有啥链？安尼会是变？你提一遍啊！我那先生提一遍，是变无是变链啊？所以一方面，咱爱个人要求家己不要内向，但是这个我们内向看不。一方面，咱有机会，咱员工了完，哦，这嘛有得来讲内向，你员工了完难为，后来你讲到这都来，你讲的讲，是变都不会。我说的那个，一般人讲，开始了，伊讲，咱世间人生死事实在多啦吼，生死时代，逆境中的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关，自性欲灭，不可多求。伊讲咱啊，世间人吼，其实是世间是两人生死命啦，不做来个世间，为过两年生死命。一直搁在世间八千遍啊！
释迦牟尼佛来人世间世界八千次，八千遍千佛，但要几遍咱来讲？伊八千遍尔，咱几遍？三大阿僧祇劫啊，反正咱要先处理，还阁很难啊。为什么？我没有佛的那么大的智慧，那么大的庄严。那其他哩无只经人就变咯，咱伊哩世间人大多数拢是求福缘，咱千万无，你看无，猫都咧闹咧无，好比啥人讲来发财，变变条件也好，拍来拍去变条件安尼啦，所有就是包括种种以下大陆都到位，为什么呢？你到底是咩咩爱情，还是咩咩相信咧，还是咩道理咧？迷是很多哩。碰一个叫做解放小命的人，伊若碰一个所有无人，卖死啦！大家报名拢来报名，弄出来。你讲报名偌济，咱知影无？五万人报名，你排队啦。啊，你看，修行敢是用安尼修的？福报敢是用安尼以为吗？你有福报，先头知道；你没有福报，先头也知道。有福就是善多，多是无福。求神是咪五字啦，听有无？无可能你莫去求神哦。伊讲啊，你是凭什么来求？没有，你没有主，你的主王无啊？你的从你的天方面来无话啊？不是你有欠多济，会当领是因为咱的天方面来无欠，啊无欠，要甲领无钱，所以就叫做不到嘛。啊，就是我当年从万年变变成罗人，变个地。那你过去实修、实地、实修实施，啊，这两行你拢无搞，是不？当然，到这世间福报无人看嘛，无人教恁做官，我唔好想咧，人咧做官一个月无来赚，总共刚才是七十到八十万，就降一半，即马毛搞无咧，开始咧，刚才是降一半啦。但是人有诶，人人总有诶，人咧当八十万照你安尼，我跳去无好咧。忧三关系，生活吃好，做工作，什么事都不做呢？再烦恼，没有烦恼。但是呢，福报到最后终究还罪，还是不如你。那是暂时的，你问下这东西永远的。伊讲你从今后家己方便啦，家己要赚钱啦，但是唔在修行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句话，唔是叫你卖赚钱，只在赚钱外国，有时间就是得无常，道路优先。众圣清欢，那讲有情有缘啊，较难。一半一半就好，你半醒半幻，各位以为半醒半幻啊？一个一面来讲，今仔我出来的时阵，大家来过来听。一个等到我们，你一个都要很忙，忙到身体今天都没有空，啊，你的身体怎么办？今天都只能归了，都点样玩了？明仔就把侬做错白了，你看，你也是不容易。你搞一间银行呢？银行那是要用省钱的呢，要不要用金纸做买卖？金纸嘛好，靠金纸行用，加好用。无啦，较早啦，当咧烧好用，烧过来用，即搭当咧哀叫，伊袂讲伊无我啦。啊，个海大鱼，我当几年人啊啦。但真正烧山用十个五十个哦，你即搭丢会不个啦？世间人，我是无啥人发，当然来讲真正烧得贵。所以无求出离生死花，自成来卖。咱也袂去咧安怎？啊，当然福报改变你啊，福报我拄到你啊。所以讲，大家当然要做功德，当然咧超度做功德，变成啥物？就是咧什么？什么妖魔鬼藏啦？什么叫修成界啦？啊，就底下咧超拔神龟啊，超拔畜生的时候，我卖畜生。那么简单就超上去？你叫什么？那么简单就超上去吗？如果这个是石头丢到水里面，基本这个了，不，这个机配啊，你超安了，不做人比如了，你的业障就像好像石头丢入了水井里面过进来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赶快起来，起来，赶快起来，超度，都不化解到少年，有这个功德法力，你要超度你的人，那个法师啊，要功德法力很强，跟菩萨一样。他有办法跟你操控的。我们老前辈，你看他妈妈操不到跪前菩萨，等老前辈的妈妈啊，是无无啥事，无改善，但他一样咧，得性啊，他从事做菩萨啦，还是修来的。
说你看，我们派不要太依赖我们下一辈子，也不要太依赖我们的是我们的子女啊。家己先管好，先做好，不要紧。我老先，我囝、我总囝、我后生，什么拢替我先。无可能的代志，我今日吃你爸，你囝有听着吗？唔错，你咧讲，阿爸，这边是谈钱真地啫哦。阿老姐姐，你来给我烧掉呢？蛮白气呢，白，阿爸白。讲爸爸买乌白啦，你来真正有影呢？好，保证白啦。保证白，好，爸爸来保证白，真正有影哦，一定白。到时白阿白，阴公，阿白就白啊。咱万个考试的，咱操作呢，考试的是好难呢。事实就是这样，不过咱两个人，但是咱做的事是对的。但你走的时阵，是在要做出十分一十分啊。你已经走到上面顶了，你那一只要十三名有啦，平常三名有啦。还是靠现实好，靠现实的说服力量最大。我跟你讲了，这是事实的哦，是不是啊？你信不？你问我阿婆咧，平时啊，咱咧我见后壁也有机会过来试，咱嘛有机会啦。因为命唔是你的，唔是咧控制啦，时间来到，叫你回归，单数下消，到了终点就知啦。所以我战战兢兢，要怎么让自己清净，让自己怎么去开智慧？我人在拜拜的时候，我们是只有烧完业障吗？咱这个佛品啊，有些路菩萨说，你看我这什么环境处搞较暗啊。啊，是不是有好比机会啊？啊，是什么？我那天掉了，天掉下来礼物我就掉啦。啊，是什么奖品啦？你是在求推我，求开智慧消苦，开智慧的。人是不一样，人家也就是开智慧的。我连那个无名消苦，你有智慧，一切都好办。有智慧有方法，你就有办法啦。讲啥话？讲你无好比，讲你无修炼啦。有阵心在在搞。打那么厉害，你把那看人钱都补下来，是不？来，所以修福即与劳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即阴路。我何人挂在一挂后面开始哦？修福不修慧，大象啦吼，是阴路。修慧不修福，都含福中波，无安都无波。这句话当然就是一个比喻，是过去有一个思想比喻，假设我的时代。你身体那个装置是类似的加设我的加什么起来，无人来收他的，两个是都没有。一个是修福，一个修福，啊一个修慧。如果讲西国平的吼，西国的人拢唔对啦，修一个修福，啊一个修慧。啊所以修福伊无修慧，但是伊无智慧，我讲到先是，伊过去就是讲啥，拢。吉善言啦，帮忙忙帮忙人啦、啊，利益众生啦，布施大善根，统统做。但是那个戒律不强，戒律不修了啦，修不破。啊，所以修不破，福报先多一点，但是福报归你啊。但是你要实现你所有的那个业障里面的你的投胎出生，留你到底是在大修啦。那个大修大象，这是基本嘛哦，大象它是一包。不，大象是正报，大象就是正报。一报两不来回啊，一报就是你大环境、你生存空间、你一切这物件不来回。有咱人，这不是人，咱在有厝、有冷气、有尿线、有衣啊、有啥物事，这个一报哩。那一为啥物呢？一为修福，无修盖亏啦，没有修智慧。啊，是红尘多方，你要来到现当中。这叫大象的时阵，啊，这大象哦，比如做人，各人体现的国王来去人家作战，各人见你啊，都表现真好，煞有国王相处啊，看介啊，闭眼坐啊，做事，拢来饲养，拢用来滴。哦，所以披露了呢，挂一挂珠宝宝器的物件，你像那乖乖阿妈咧，不好意思，唔管咩。啊！你要先做好伊啊！你如果挂那有人咧支持你哦，挂那有北部了哦，现在哦，你挂遐太小个太大个啦，啊！你挂一挂珠宝、珠宝宝石，啊！遐无个伊就我做空间，我做标牌，哦！你睇下，你个伊个比例唔那个，啊！但是人遐伊好无
啊，伊过去收福报就是讲，这方面咱未报心，未报心，但是我两个爱收啦，叫我我嘛无爱啦，叫我叫一万、五万、十万拢不要紧啦，但是叫我收了。啊，社会就是安尼，社会要报心简单啦，要叫收总不难。做迄叫做有福报，但无地位。啊，所以到了后世人当中，这个天落时阵，当然就需要用药，嘛是，但我是用药啊。有需要，需要人家在个吃啊，哦，来个啊，啥个暖个洗洗个碗，啊，这个孙仔嘞，就是修为无修好啊。甲你讲，伊修地位足严，就是严整自己，严就是修的自己，戒律自己，但是他不犯戒。那不犯戒，他都伊表现都专心用功修为念，但是伊都买做布施的工作，做奉献的工作，做别种这个不要啊，他不要他就没有人缘嘛。没有人脸，你到哪里都没有贵人嘛。所以说，咱有要贵人，不是总统呢？你贵人在哪？四季的朋友，最多点头，多打招呼，多笑一笑，多帮帮忙，多施一点手出去，你的贵人就在旁边。啊，那个当中，那就是有福。啊，虽然收费这物件，伊拢唔做，拢不爽，伊就讲我要收快活。我敢问，以生死解脱生死不要紧，以及要生灭，以及灭啊，就是要脱离生死的。啊，所以到后世人当中，伊的人本身正报还是人，但伊无无伊的，你就是没有福报，所以你穷困。三无五无三经五经，本来多，你本来是多，迄个时代多，个个是多穷啊，渴望，温出甘苦。哇！那现在本身毛就毛的，本身就不容易啊。我无可能，哎，有几十等的呀，哎，收了做干好嘞。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啊，你都无迄个一面啊，无你当个，你个眼泪不忍在一边啊。所以，已经犯了罪。不要小看一个修不起的修行人，难修半截粗汉、轻汉、薄汉，还是土汉。你不要小看这只蚂蚁在那边奔爬，那一只蚂蚁还是蚂蚁，脾气一样。我做钢琴的时候是这样说：“哎呀，可怜了，你还是当蚂蚁啊。”第二还第二抓师傅说过来说：“阿弟啊，你看说阿弟过来做钢琴看你啊，你过来做钢琴。”到第七岁的时候，我说看你，哎呀，你的技艺也成熟了。你拄着一个做修持，哎，真真正正想讲变成华山大师、佛心大师咧，真正是变成实现大师咧，你看咧，啊，所以人想讲，啊，我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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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啊，铁血心，我是，这个就在属于那个福报了，虽然那个福报被他敲脱了。高压把那功能丢了先，该打就打，不该打我们不能打。但是你打下去，你就把它超脱了。啊，你不可能念一个往生咒的，呵呵。定一个阿弥阿弥陀佛老的，不然你问南无阿弥陀佛念一个，南无阿弥陀佛念个无量无寿的，不然念个往生咒的。结界那个阿弥陀佛咯，还是安弄各种搞超脱。我结界就是给你背一样的。第一，你没错嘛，但是伊心态就无顺当，讲比心比面，比面的心都没有。尿起来，我就哎，是狗屁，马上打死了。阿弥陀佛，我你不要我阿弥陀佛，你还造成爆炸，我的事情都卖啊。尿起来，起来，好事，大家不能听我声音，爱用吵尿声音。啊，尿起来是意思，尿起来是无，尿起来是未必的，伊种事在路中我哩看，我是啊，我看哩看。他说世界给他，伊在这种四路中啊，路边听我说的，托我人，我哋个小白，那个人变个王神宗，那个小老，那我回来供电脑是那个助他一臂之力啊，你讲，假说来恭喜，吼，大家是来跟我来不就看到那个是，那叫做三业，那叫三业，而且三业印度强，以前的孙悟空。就真了以后嘛，头下咧，我讲你，你是真恶，我讲你叫我过来买啊，
韩国以上来的都是一个多久？多久吗？韩国以上来前进来，不是后出去人进来，他、啊、前面发大财嘛？谁给谁都点了，满地的商业谁都谁修啥都都都，都弄不得那个东西啦，那是巧言啊，巧遇啊。你的福报一消一消，你的业障现前，你的功过越少，你自然就会给你修上，会你钱给你修上。天神佛在靠山，那便宜啊，都一碗百五啦八十遍，那不是普通人吃，那大公仔吃，那一碗四五千一顿尔，吃五六千嘞，那不是上万人好吃，拢一般人，拢十五六千啦。结果我生意愈来愈歹，啊，差一阵啊，成平安啊，差一半，做袂落啊。我怎么能够？你是我的先生。阿弥陀，阿弥陀咯！啊，摩人你哋，你物件咁大啦，咁重，咁粗大，你咧，用先得，阿爸可能先得倒去啊。开始有那个那个挂了台湾，所以你看没有修福，罗汉脱不脱？罗汉应供佛，应供啊，应供供应应。应供人跟你共用的，愈来愈薄，愈少。安人讲呢，生死当中，当中无怨，所以有一天，伊要突破上经过这所在，看下迄只大仙，伊的心头咧关着咧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输你啊，我输你，你做做做大仙啊，所以你当天伊，你发现个经过看中，加一点啊，听到，你有罪，我有罪，我们两个都不如你，不得力啊，你生大仙，我收紧。啊，咱两个人参会，甲讲安尼尔，迄只大神，甲你回回起来，不然甲你回应过油啊，没啊，咱两个是输命，我是收钱哦，你是输钱，你不如我，我不如你啦。我了迄只情况，闷闷我都不喜欢，还是第二个方法。那个料理的那个老菜啊，就讲你吃一条咧，该怎样讲？用咧锁好，即个来来过来，咧事情咧，看咧，即个手头边啊咧，啊惨啊！我为了讲过唔过个未使，总是讲过唔过个啊。伊只手只阵啊，唔食饭咧，拢未食饭咧，我是啥物问题？啊是食啥物件无咧？照正常咧，拢是拢正常咧，啊无受伤人家安怎？无安怎就看一个受伤人家伫遐过，甲讲两句安尼尔，伊就讲唔过咯啊！啊是死人，啊就啦，种个人受苦在。啊！是咱家讲啥话，我是咱做啥，我是不输你，不输你啦，拢无啦。安尼，我讲阮过去是输兄弟啦吼。啊，伊就是收啥话，我收啥话，所以我知伊这过程啊，讲安尼是怎哩？哦，迄个过往才真正相是肯定，怎么听到是不输哩？听到是不输，听做就是用真正。安尼，我知我过往就是用这过命，所以有人唔知影。当作啊，我在世间当中唔多看，先那么看。你的一念一脱升起，所有三千大千千世界都先堕落。你的恶念，你的邪念一起，马上就堕到你的福报因缘感召回来，都会感召因缘呐。我要贡献时间辛苦啦，你就天天现在趴在柜了。哎，你的尿上升，但听见听见才意思，重点是变成修福缘里面。所以你的感召一年来，福报会感召来，恶也会感召来。虽然住的环境的面对的环境一年来的高升，你不要是换成人啊，都是你感召的。为什么你过去念头啊？你过去你心情是安尼，所以所感召来一切就是种根本。有福报就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就是苦。所以我们多修，多奉献，多奉献，多奉献，这就是开光的功德。咱师父来讲，我哩菩萨师父讲，修福修慧，福中的造福。修慧不是修福，善言未具足。我们不讲，不要讲那个在电视上的福修慧不修福，福慧中的福土，这时候不要讲，福中不会福土的，是靠我们别人念啊。修慧不修福，是福中的造福。因为你福中的当中，为什么爱做衰？我今日官大势大，福无大，爱做衰咩？无人去把手机。某人较吵吵，某人就把毛走了，我那个那个宽些的哟。宽大势大，你的业力就大。
唔到九光五十里，十五公里出来，一入光门，九流通不出了。你说现在光高台湖，高台湖姓孙，高台湖的孙啊，周边县令当官的，最简单官叫华人，只能台湾哦，台湾的都是一年贪官污吏太侪了，什么东西都是。有没有提前来看？你交的事情，你要提三天前要提前来看，提前来看，对哦，三天前你就提前来看，不提前来说了，对不对？三天前你得提前来讲，提前来讲，从我们台湾做一个台风等，你要提前来看，要提前来说了，提早三天来讲，哦，作用呢？阿拉国家万事一手。办事一手，加光的时间一分一分，我就是要批评啦，能分尽量分，一分，一比一分也不错。所以有阵时啊吼，你得爱家己就是认识这个人情这些。所以服装要做出来无，你假如做经过你所吃所穿的物件，甚至因为你服务当中所想的，来去做呀。修为不修好，是因为他善缘没有具足，善缘无做到普充，做到无够，所以偏执方在修。所以因为我当真正来见到圆满的菩提，就是因为这两行，我就感觉都都知影得了，已经不会啊，就是不会修的不够彻底。那么福德的内容，福德的内容是什么呢 ？OK， 伊是分有劳跟无劳，有劳跟无劳。那个福报有分有劳的福甲无劳的福，什么叫有劳福？世间有有劳福，叫做主世间的有劳福，有含有限的，有限的啦。福报会有一天会尽的时阵，那个福尽其消。第三是讲，自上报身去做物件，这个福报出大无？自从布施升天咯，犹如养殖蛇一方啊！这个蛇一方，它如何倒退？色力尽，色力尽，势力尽，几番堆，交天来幸福如意。福报当然是很好啦，没有人是那么快乐啊。但是呢，从咧升天咯，既然升去享受过，啊，到时咧把几番堆去交天来幸福如意就了。所以世间有劳是福，人间上多是啥？咱人间多，人间上界多福报叫五福临门啊！捌听吼？世间上界多吉祥的福报是啥？五福，第五富贵长寿、康宁健康、好命、科长命，这五行是人间上界多上界吉祥的啦。第一富贵，第富贵，钱车，啥物物件拢车？富贵真正，富贵一切物件，倒拢有啦。你爱啥拢有啥啦？退休嘞，哦，我一个等，叫好个。咁是安那？啊，是这个健康是这个养家上有啦嘞，好个真正有够好个。啊嘞，佫爱做善事，好滴，我伊佫有时常来做布施，啊，做善事。哦，这种人是上该赞嘞。佫而且嘞，口中面，叫做口中面，寿终正寝。命时间到，因命到，寿终正寝，无袂离终。我会讲过呢。你是乱想啊，无简单个。好啊，较早从他们我电话是哪人嘛？隔壁有一位老阿公嘛，伊虽然差不多三十几岁，伊虽然都七十几岁了。老母，不是爸爸，坐伫椅仔咧，找一个空中楼通过起来。中国起来啊，电动吹吹啊，拢在这哪里？迄拢无便宜种个啊，暗暝就苦听咧，就无啦。迄好无，好死好活，烧到烧到上好死是安尼啊。因太太看咧，到咧办那个办丧事，办这东西咧，硬系坐伫椅啊，吹吹吹，拢硬系讲再见，两拢再见。啊，有好个无？恁等于吹两吹干嘛？为了我不一定等于啦。啊，若讲等于吼，是在当初等于啦。代表不能买拖啦，哈，大家请。但是我好观察他三年的老阿公婆是安那个性，非常的相合，
没有在争吵，啊，你天上世事，好，啊，人人好，你就变好了。你感受呢？咱大家先准备了，我来给你提不好的时候，我给你是爱心了。我家己去爱心习惯啦，无习惯啦，习惯啦，无好时阵哦，我爱慢慢甲你改变了哦。当然这是个人啦哦。所以你有富贵，但是我讲了倒来，你有富贵，但是不长寿好不好？嘛无好。只是说先，我就是我得贵是贵等啊。有啊，你看咱一般平方无？哎，钱哪会贵百五十呢？啊，几岁？五十万块啊，四十万块啊，三十万。啊，哪有富贵我中心哦？无好，万家好咧。啊，无有种修行咧，一个长长，啊，可能破病啊。医生较济，医生较济药啊，甲你看医生，医生去再让你管东西好无？那生命的摧残啊！今天修道没有正悟，你人间活得越久，你就越摧残、越痛苦、越辛苦啊！无破病未敢看吗？少年话无用，请假啦，再去再让啦，啊，只讲着医生管啦，为便宜啦，都安尼看医生。刚好啊，无用哦。当修不容易，当修在那当中，老无做当中，碰巧那样，但是不计较啦，活死人。真是活死人，你吃过死人，啊，刚好啊，没有哦，没有爆发啦，这心态没做出。啊，不过你刚刚讲，哎，好身体健康嘛，只好，但是都有钱嘛，身体健康，为物不仁啊，道德，但是我做善事嘛，我做好，大拢唔啦，避免受。你敢好？好。所以你有五五福的，你讲去到完全完满的人很少。有些人要去做好那些啊，那些就我们问咱讲出来，问好个，你话你讲我来好呀，阿袂刁吗？阿袂听你话干干？你讲比作贬值落来，无比好那些啊，无比值。卡生两人快乐，后无比比一个较有钱人，好咧一日足甜蜜啦，有钱才甜蜜。有这个人有钱人无人管，哪无少人管？小牛飞出来，富二代，这样咧都天后咧千万万种宝贝，我见派个咩股，你开咧？哎，现在天龙咧舒服多，不错咧。天咧派头，天咧派头，什么新路，什么教师傅，拢会啦吼。所以考中命更没有办法受众盛情，你就是这样卖命嘞，要求不停的修行艺术嘞，上上天的爱是，不是你当修会修有钱无钱，不是讲你当偌济做偌济，是你本身有修无，到最后当中是当命卖命，无干脆三十年回甘露住三十年这等于啊，那讲要讲当修嘞，天作八百二十回，你讲要修，为什么当修人不要修，那修不要，那修人不当修？他回去以后，他就不来生了，不，没有一点信息感，当年你就听说过嘛。所以人间再好不过嘛是安忍一年，诸事万都变乱，那个何容易好变紧？那不好时，一起是多时，一时呢，严重，起时就严重了，变乱。所以那有阵时吼，拢家己做，阿家己修啦，阿家己做来修。这种东西啊，都是诸烦诸坏的考验。这个不过是短暂的东西，暂时所有的东西，你所暂时拥有不是永远不会变，嘛是永远是天降掉的。但是我想到高嘞，皇帝万里行啊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叫修仙啊。生死在现前时，生命两字，把你摆生死一道，你就开始烦恼变。你相信？真难讲，某人你生三天生命，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生命，你要干嘛嘛？你开始牛逼啦！我钱真济，你安怎？我开袂了咧。看下话是讲阿无咧，来大只大开吼。阿话是无我咧，来做起来奉献咯。啊，都是安尼啊。迄时太多心太乱乱啦。有一个医生啦吼，笑话那算笑话啦。有一个医，一个好嘢人，有钱人啦，有钱人哦。去做身体检查时，医生讲。某人，你是卖物啊嘞？啊，无过时间啦，可能袂做会看。哦，当然有钱开始变咯。啊，变伊人即伊生啊，即个袂做会半年，啊，我钱才济，我知啦。后面，
这个红就过去比着比着了。伊意思在今天啊，我若为什么红，我阿爸叫我不要听。所以伊阁有一个智慧，毋是讲开我咧开玩笑开，哦，伊是讲讲红的，咱红的就是。到半年后呢，医生讲你不要甲叫他，对啊，舅舅，你没有癌症呢。他啊，拍起来啊，无啦，较早敢贴布是把人贴掉嘛。你下过来再说，不怕你了，你答应啦。你讲我严得贴，把人报告你，我拍起来不行不行。你讲，你笑，人大部生死搞拢别紧张啦，嘛别丢度啦。要反正能过且过，将过，都不好过啊。到最后呢，当然伊嘛是。会安尼付出啦，啊！但是这是各个现象啦吼，啊，一个笑话啦。我是一般的福报，你个福报，地上面的无老福报是啥？叫出世间的无老福报，无限的。地上面以往出现世间三界的轮回，伊的福报是无限的，这不是的对啦。咱人间无限啊，哦，这表示。百回、两百回、三百回，哦，啊，钱赚偌济，时间嘛真无限啊，因为共享交际啦吼。啊，因是安那心，就要对照一下，多少是人间的福报，你的修行跟你的所作所为，现在是二乘人、二圣人啊，一年挑出三百，拜托人间天成欢乐，修树现得科技别多的，因个成年叫做李圣林，李圣林伊我拢修到这个。当中甲烦恼断掉，未过落老落就即生死轮回，伊就是修戒定慧。那个戒定慧很强哦，但在那要修戒定慧，难上加难。老有反正有家啦吼，读书啦，有家庭读书心啦，有家庭读书心啦。所以你看。欲界、欲界、色界、跟不色界，总共是科技灭道内底所修变出来。修戒定慧的力量，以断除见思恶后的烦恼，这是佛家的名词。但你平常修三界、出离三界，见思离行，八十八数跟八十八品的见行，跟八十一品的思行。这两种烦恼从普及灭到科技变得所显现出来，代表六种根本是烦恼，不，六种根本烦恼。所以有那个先生先生没有读呐，下面有个六六种的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叫做六种的根本烦恼会断掉，那变怎么样？除非你修。然后一修当中也演变到二十种随烦恼，因为那二十种随烦恼是根据六种烦恼所演变出来。我们做亲啦，还是我做本来做亲啦啊，比如说有分啊，混，就该比分，有分，有分，啊，比如有欠有功啦，无欠无愧啦，不正地善欢啦。吊气啦，有分灵啦，出来咱听到分灵、分灵，这是二十种内底其中一种叫小分。吊气，做哪个？未啥坐着，啊什么色动色动，啊个波条波条作衰，吊气。惨咩惨？哦。这大家安怎讲？惨啊！忝。忝啊！忝。拍马屁。无惭无愧，跟他们都随烦恼，无是袂见得啥啦，无欠无愧。拱还有一种，这拱里面都是二十种权。你看，我们要修那个戒定慧里面的那个戒律要很强，戒律的，无思想两处在中心观察起来，像玻璃有一些污，你也改爱坚持你的思量，你的两头，你的起心动念，那个戒慧的。一个念头是有谁是谁先，就是报想是功夫，就是我们每一个都记因经记出来，你怎么做？这个修行的功夫，就是我们内生的功夫，就是我们不足。啊，不足被安怎？是他听道理啊，道理是当初讲的，你啊，道理就讲平人意啊，在叫他明白，
对到老汉不怕，天天唔买那唔礼拜就加进来哦，等着对老汉能力不怕，能够不会回来。所以整个界定会的那个地就不动的东西，那个不动禅定那个心不动不动的东西，等你盖世经等了，我那个盖世叫谁了？非的是那种地位没有，波罗能够超出那个三界，等那个因断多呢？我执我见我是那个东西，那个见识里面的恶货里面有88品，88识，欲界32数，色界二十六数，不。3个数，2个倍数，5个数，都搞谁？2个数，世界26数，5世界，26世，每一个境界里面的苦集灭道都有几十几十的，被谁骗？哎，说清吧，你这个东西，我现在讲到这个东西，你这个跟我们修行有关系，解脱问题啊，但是你讲无够，你听无。听无，我来听。慢慢去培养，哦，原来你刚才学习是安尼，不是咱空了观修行的哦。我把不要把时空了当修行呢，那你错怪呢。我这空了观，我以为错，他这学习人天的福报，正道人天的福报而已啊。但人天福报你想卖还，你什么？你这什么？什么背叛大教？你无相无相世界，你无色界世界里面有80000大劫呢？八万台叫地球生出来，变一面叫一劫啊！地球安尼生出来，都要派去崩下咧，安尼才一劫尔，经过80000摆咧。无色无色界，境界无非想非想出现的，无相无出现。八万的会是会修的，大家会修，但是你会修要等哪个？一对来未？找那个，啊，你畜生道，时间一到，投入个畜生道。所以你在遇天遇见天的东西吼，有盖天所行的名量，那无迄个功德，无咧应该咱要求出三界，都无难，都无难，做人是吧？啊，都是有咩啊修啊，我就在讲，迄个好啊修炼啊，好啊上班啊，多咧多人救人啊，啊，多人的机会，没有修行，你不要往前拖，在参班没有修行的，有听但无难。所以你要出三界，生死享受生死的宁静，你要清安永恒的观念，就有就是这一干苦劳之功。要怎么修？自己介绍一下。这等于忙着上班，不用去问我最后，心毛被上班。你忘了那个维摩诘维无有眼菩萨，而且在在家修的教班，你是不是问人家呀？那是不做呢？是我这个人来呢？金树如来再来呢？你道的实在也是弄不开清净呢？那个阿难尊者师父的这个人，那就问他呢？阿修行在家的，你实在也是不敢问，不敢话来，你会有咩啊？有什么？你用在家的境界，虽为白衣呢，双手不问三门天呢？三门呢？你是清净心呢？虽处一家呢，不走三百呢，修邪术，凶了万里呢。你可以找一个人当个模样，跟他说：“哎，我娘今天他心脏修的不错，他怎么修了？你去看他的内容。”所以我们看说，我得你听一世人，今天看这么多，啊，无这个文化，但是就做不到。但你会想到心结下面东西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修行的问题。那你要赶快去解决，赶快去找出你的智慧。没有智慧，你就没有突破这个问题。这不得，各自的三品不得，万万无穷之多。最高的境界是圆满无上之果，就是世就是世间的功德无分之用了，不做一该应该转了。这是菩萨修的，佛道圆满无上的果，就是世一定要出世间，你要有出世间的出离心很强，你才有办法想的解脱啊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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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但我身边变成几万人，但我就是千万人。所以学问人看人能人，看行能行，你一切都是照包包办的，没有跟他们回啊，像你三十，像你三十，像你三十，我像你三十，没有这回事。点燃车就能开车吗？点燃车也要帮人家开车啊，点燃车不能跟人家搬家吗？也要跟人家搬家啊，挖土了吧？卫生地，这个清流，这个铜光、和光，不要在我自己的佛像、佛像上，那个是观音问题。所以主会国标，主会引雕，国标，主会引雕，发心平菩萨得来。上游的下化众生，就归诸天啊！这个叫花心，不是佛堂来珠光来珠托卡来反腐坏，那个花心不是哦，那个不叫花心。真正花心能放掉，发一个叫做菩萨道，上游的下化众生的离心术，这个花心，真的花心。这真正花心啊！不是光花心在做水，光花心在做旁边在做人，那不叫花心啊，那叫修福报。金甲修缘花心底下，它是广修六度万行的，光修有多少年？前波心，其感应都是你想的六。为什么光修有多少年？是前波心啊，波心是啥？你知哈？我知啦，我知。波心就是讲三支平衡就好啦，三支平衡以外呢，随时功德要去做了。哦，就在心、发心、无意识，这是一个的啦。其他嘛呢，眼心、耳心、目睭心、心无心，都会是，这都会是，这都是功德，都是福报啊。祈求一个啊，目睭干红，闭眼的时阵，看一个，啊，有心骨就叫较嫩一个，正好。做他，很差这样。腰爱嫩，腿爱硬，心爱柔和。这个修行人的标杆，你慢慢吸出的时候，你走到哪里，人见人爱，就像印钞票一样，看到你就会喜欢。来了钱来了，福贵人来了，就那印钱啊，人眼人爱，吉祥不爱。这个什么印钱哦？来看，来看你，别摸了，来，哎，告诉我。你来监督啊！人看你，我会笑嘛？看你来真来监督啊！你我哎呀，大明星啊，大菩萨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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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施持戒，戒行戒规，我们要依佛规十五条，然后五规那些给他修了。当然。是啊，是大悲愿啊，大声音啊，当然迄时拢讲到最内在代志啊。但是咱即摆十五条、五规、十五条嘞，斋该食，素食该食落去，当咱修落，正常不变，以后无就是正常啊。你去甲食，去甲食，愈食越无当，无当来你越愈沦为沦为来，你脱不了艰苦。所以咱为什么就是靠这个库存啊？精神拢行钓，老人钓鱼也是吐水。哎，今天钓鱼啦，老神拢吐水。老，你老好无够做人啦，啊无我咧用钓啦。我咧无讲去真正哪边安尼做，你无好无水。这些漂亮为何因精神变会强烈？伊可能变会强烈啦，但我无想变啊水。这些漂亮为何因精神拢出来拜佛人？来来，我讲讲咧拜，啊你拜无无，我是来无咧顾，去顾看卖。超过你，你三十一个叫我上座呢。哎，这是要漂亮还是修？现是要漂亮，要水，要引导，要修，都唔太重要。慢慢看下你啊，不引导啊。后边一句讲好听了呀，就是忍辱。修忍辱的人，你注意，你会年轻，不会老化。小姐，坤都越来越漂亮，越年轻。老人老，但坤都越来越少年，越来越青春。跟你讲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绝对会得到这种感应。这个人主，我怎么生气啊？啊，慢慢回去，人家一来免来求啊。不是什么心经的求，人家按我求，是真正的回小便就是。
当然，恁想着身边人讲无错，你会讲你冲上到时，面会马上变的。所以，食完人歪，你就出来一堆面啊。为什么？无心无食菜，啊，无你心面，所以食到面上都很难看，都很难看。你看那个龙死相，拍过那边你看那个死相，死相难看比吃相难看。你又不温煮，这样煮些什么？你看这涵养它的德性，阴用。你五千分嘛，啊！你只有心强的人来讲出话，你就欢喜；那讲出话，你就生气；那讲出话，啊，唔爱改做啦，我爱来啊，我爱死我啦。拢讲电脑比较好咧，电话电话机，啊，最高头通电就知我咧，够戆咧，够戆。忍辱就是可用的耐心，忍辱就是涵养的心性，忍辱就看你人品。以前我干嘛？业务来咧做，我咧变变的业务好啦，按高铁二十里忙死啦。用笔转呢，记得我来过。有一个国王啦吼，伊国王，啊因真规整啦。伊国王是考试，啊因规整是考试。啊规整人坐考试，大拢皮笑，就笑皮笑，大拢笑对啦。都坐考试，大拢笑，我就不笑啦。但国王是无坐考试，伊国王个是考试个笑，但是不皮笑啊。规整个人笑，国王呢是心花笑，你用神经恁知影，你皮笑，大家心肝悲哀，叫做做国王。一笑人笑过一笑呢，来出来帮我们碰头，那个空音，那个游杰那视线，好嘛，你一笑啊，你就来你忙着啊，你个这个我们什么，我贵州都来来空音，哦，好胖啊，那笑啊，你笑我会啊，大家开头，大家开头，好，你讲啊，哦，艰苦啦，贵啊，你那无啦，赶紧吃饭，我吃饭买啊，贵我吃，你就醉啦。我就真在迄面砖头食出食咧，那鸟咧嘛微笑咯，就食那微笑。为什么？人甲你骗，人甲你靠，人甲你博，你就肯定会崩掉啊！阿贵甲你做微笑，就真嘛微笑咯，感觉。我迄是讲红皮肤啊，意思讲你没有办法守住你真道，你忍辱的那个智慧。为什么要修那么多？那么多的修为在后面，怎么会？修福最好的地方啦、啊，修福是从那边开始的。所以讲，是很佛心，世界进入境界的人太太，境界人听闻，人爱三走四后闻，伊不思烦，那边来那唔来，那边听那唔听，那边修那唔修，那边吃那唔吃，也霸比财，那吃那吃那那油那油油，我也霸掉，那吃给人吃，也搞个霸比财，菜比霸，你看你对啦，差你吃，你听那公司有。我食啥拢爱食，好食。食车杂货，食炸菜，食三辣糕，食到尾就，食看卖怎。啊，就那只鲍鱼菜先啦啦。喂，你讲油，鲍鱼菜点解油啊？在台湾吃出年年面头瓜，啊，但是咱吉是买泰面出去，吉是泰面，叫泰国，叫我们泰国出去。啊，你唔是食菜，无咧食鲍鱼菜，无咧泰面啊，我讲话就是叫火。食到尾来变。菜米吧，在外面吃个菜米吧，像那个药师就听听，药师就是花心，要说就是要有菜心。道理老多听，加菜加不了啦。加菜是靠道理老个精神跟智慧的。我加菜，我你的生命里面要做善事，要去为人民民心，要干啥善事，我给他加些菜啊。我加菜了，红人个第一分别错，阿不是嘞，加些个盐加好啊，你呢红巴嘞好巴好啦，哈。大怕也，那边怕卖气了，那边搞变汤姆。啊，为什么那卖气啊？因果关系在那边呐，就莫提了，你管。这个啥？人吃人，吃亏了才倒霉。你吃我吃你，一人一斤天子，你赢我，先用吃，我不能讲用菜，这个你应该用吃。那不应该吃了，我来吃了。道理若无听，你别地狱未成功，你无名就增长。所以修真啊，修真人想真啊，想真你看，心动要接受考题，你要禅定的境界，考不回来。修行不考，花给你还能修真呐？知影无？修行若无考，无考之严谨嘞，就是老真多真好，过来人啊，有钱无钱，气力啊。利欲运动，方生意，
衍生产品不会变，想颠倒不倒，顶那倒不倒，土它就散乱，它心其中心就散了，冲出来。想颠当中就是变回心，会当颠，会当安住心性，安住菩提胎，长养正胎啊！你不要乱乱的动，你要常常动，你要随境动的时候，马上往三宝第一个回来。三宝就让你休息，马上去归境。第一宝你马上用不到，第二宝你马上变。你别三宝马上心多一心，马上多一心。我叫修是修，但是那个妄念，那是妄想。你三宝马上用不到，那多年了，我可以用，现在就得了。然后从那边开始慢慢的退的时候就会赢，做不用断啊，没有修行没有什么断不断的东西，不究竟不懂梦了，了了梦，真梦是拢是假拢假啦哈，真真正就是那么不究竟嘛，不懂梦，了发两万拢是修行。真正讲，所以讲修这五行的说法，五度，这五度就是在修。那哪个修这五度？你来修，这才是报些修行啦。这五度现在是都会修行，家的已经修了一半八成啦，已经修八成啦，差不多一年啦。比如说啊，不要修广学般若以修慧，爱讲学佛者啊，多听道理，多闻经，多闻法，多看经典。你慢慢听刚才讲的。当初孟子名言啊，还没有办法如单注分析的影，回去对照一下，多看经典，摕一本经来对照家己看爱看这一本，从一本甲经流通得，一直通万天，一通能通，通通都会通啊，是咱无用心呀。所以广学不内修，因此公开福德地位会花多。当然啦，静的时候地位会对你毁坏，结成福德无穷的果实。我们这修的。要结果，说我们拜一拜要这样拜，要这样拜，没有这样拜的，不行，抱歉，今天开花结果，让你开花结果这样拜，不要乱疯，死死相亲不要乱疯了，卖脑皮，脑疯，就是你的心不要动掉，就是开花结果。主诉呢，这边先现在心中的无明欢乐不够，首先还是呢，就开始慢慢，反正是一个无明欢乐的表现。一个千古人因无明所生起的种种的不良的心态，清净本来无就发生起。这个无明起来，我们烦恼都来；烦恼一来，什么都来。无明一到，无明存在，你就不用改。只要无明存在，你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。只要你无明还存在，你一切都存在，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它。进地位的是开悟消无明。地位就是那小服务员的做，你有地位一切不容易的啦，不是你有无名一切不容易的啦，看你活生了活解啦，其他解解你也无名，我来个做官啦，我就带侬放侬过关。无名反倒说现在中国不良的行为拢是假名的，特别活在地，不借地位多吗？去除掉，带他清净本来的主角的不行为。法性的立体就是本相，我们空相，我们智慧。啊，这么就开始进行了啊，哪个修行了？破顽离顽，达到破位之罪，地位之高，功德发财无穷无边，功德地无量无边，啊，无穷无尽，那些是无穷无边哦。写出世间再无过之相啊，写出写名，写名不得圆满无穷之土。但是达到菩提所盖。最初自己啊，第二次经啊，不会来这所谓管。功德发财无穷无尽，功德无边，地位无量无边。我们要发财，功德两样都要。啊，舍出世间，你这个给你舍出世间，一定不能给人家出世了啦。还有出世再拖你学习的，那我想出世，你世间还是混，不要去还是三界，你空眼底啊。我们都是三界更生人，知道更生人知道，但都是三百更生人，但是三百后面的都是幽罗盘。
为什么三界分身人小和尚拿这个本来是用罗马的官官出来吼，伊就是乌影嘛、阴影嘛，啊小的还有一个温暖可以为做更生嘛，会当改变嘛，会当去做人嘛，啊咱就是上天的更生人嘛，上天嘛给咱机会。我你今仔叫人当出来试试看，啊！你还要看不懂，在你门前点一盏火嘞，跟就好头头你看，你都看无咯，都看无，没关系啊。那开工点么你啊？头你跟就好好方便嘞，已经清楚说哦，是安尼哦，啊！你都看无嘛？看无嘛？没得，没有，真的不足嘛。啊，做不是因为听到你听少嘛，经验看少嘛，我咧嘛想少嘛，当然一切是咱家吹，咱家吹啦，别那种。不得往外无穷丢，这个就是说无方面的。啊，有对象了无？错，凡夫自性的修行，修苦集道，断定思义业，变来变变，变来变变，变来变变，断我见遐物件，所演变的所烦恼的灯，然后咧，咱如菩萨是安那修的？修六道万年法，丰收福德，所积的福报，伫这内面所当成就出来。因阿来讲，福德要安那修？福德要怎培养啦？福德不是用求的咧，是用修的咧。不是一求是通不离啊，先咧排出来。阿唔过久，你用烟草寂寞就求咧。哦，迄因听到咯，去流血啦，流落嚟去接你，接我接翻翻出。但系迄有念就咩？平转机平安破绽是福慧，福慧是诸事观等。哇，加些。我写来咯，确定的是应该是用加些。就是一般的小人，福德不是用求来，是用修来。你要去做，做给人家看，做给上天看，做给众生看。要铁石众佛，就是能出你干嘛？这才能做平安的。你哪个表现，你实在不用去做了。你哪个报警，你别当担心钱。我阿婆，你咧挂电话，没？阿我哪无？阿我是拢抄啊，我阿你都无咩当做拢抄。阿我都破电话，阿你都别当挂。你咧抄啊，红点针，你要无你开过呢？所以福报、福报、福报没有福报，是因为你修行的智慧的影响。戒佛就是说爱修行佛改，你要修持五戒、奉行十善，以及修学六度外行、四无量心等大乘佛法所得的福报。修行佛改，善得有王就的名呀，那就可以还了。听懂怎样了哈？善得有王就翻译完，弘扬十天，对吧？天普天有空，心靠以名呀，就是怎样？心有十多缘，靠有四福，福靠五缘依依相生。因有贪嗔痴三，总共十八啦。只要你念到往年某个时间，你可以升升天上，升天上啦。但是要未成佛就升上天堂，上天堂念啦，暂时上天堂。几百年、几千年，但遐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咱人可能过来一年啦。你看咱弥勒祖师在躲那天，到处天，一样的也是天然的。我们现在目前也是方便去的，跟再来跟贪起来是正荣华会的，四千会，也是刚人刚四百年，也是刚在人刚四百年啦。哎呀，会是四千年啦，哎，我有七千六百年，台湾实现到今天。啊！若伫遐，你看，你五月七千六百年人间，啊，外国你知影无？干来算钱，红打啊，打钱就打啊，下算啊啦。五月七千六百年，五月七千，五亿七千多嘞。遐干来遐是人间五亿七千年啊嘞。但是百年就算到五千年啦，好，食落袂来，老好，那百倍就冲完歪，唔知够五亿七千六百年。佮去哩还佮有嘞，佮人间的八百年。那叫龙变化天的，搁起来一讲地上千两年，他化出来天。欲界六天最高，那是人间的一天一千六百年呐。你这一堆，别人干哦，还别丢。几十年啊，都变天修。老师讲这些，这都这些修，就做要这些个人修嘞。为什么那么爱？那为什么爱下功夫？为什么爱发病嘞？做一件事准备嘞，还在混。所以这是叫颠倒了修行多多半年呢，是无容心等心理解啊！你就解脱生死，
两个条件了。你是要先提倡尔，还是搁要修六道万年殊无量心，慈悲一下啦？受了这个慈悲施舍，慈悲舍随你的功德，慈悲一下通有功德。你别再解释了，大乘的我们所得的福报，那个修大乘法门所成就的那些事业，哦，这个比较开始修嘛，修要修天堂啊，要修那些事业，哦，开始算，也像我们做开始，那么把那个火烧掉，珍惜自己修来的福报，那就是福报啦。会当坐偌济的人拢有福报，无福报人就唔是无缘，无是未成，无是艰苦，无是。你要怎样？那这个我不报了，难道在这边还能享受真正的福报的喜悦？以禅为悦，以祥为宴，以祥为快乐。我们在这中心禅，我们一贯道是禅宗一脉相传的，是无相无量，无相无处，无念念的。是安尼修起来呢？因他不传播你物件，你跟我传播你物件，啊不，给三方道不三方不有你啊？没有，没有华气呢，没有一波呢，没有。是传你本来的见性门，脱脱离圣者的见性门，见性门啊，唯传见性法。所以忙心，本来某位结果有无有福报？你来去做做物件就是，如果想你福报无做，佮消了木作心中，虽然消有业，安卖做心中安尼做，虽然咱消消一消，总一讲你会甲你个报销掉，你卖成天上啦。但是呢，其实来用钱福报，用钱呢，比这救人，福报来无少呢，这种小人呢，用到这些都无钱啊，拜托啦，借钱借钱，啊，无啊到啦，万啦，皮肤这久吼，我借这这个久，我一定借钱几万几千块，那无大，袂啦到啦，无到，哎，喷，呵呵，还喷呢，你唔借我，我抬你啊，我必报仇啊，啊，社会有钱几块钱啊，几千块就收抬啊，多些呢。为什么呢？我福报运啊！今仔日用啊，就了明仔救人啊，救人啊，都无去帮忙你，产生了怨恨。这些人干好，人干好呢？对呀，对呀，我哪里到我帮忙到无福报？你听听，有福气，产生了杀害变成福报，这是个对的对的呀。这别位啊，想家己本身好啊，提升家己，少收一些，拥有一些。民族做些啥，你当袂到。俗语在讲，福寿虽然是天生，那感觉都用因地的吼，因此吼，因此吼。现在我袂晓讲啦，那所以不啦啥物，因此啊，发达虽命定，也虽天作功夫啦。讲就是讲就打错了，虽有功天有飞天之德，故功天有飞天之德，因地可得定数之功。虽然你有福寿天生，还是有福报发达，哦，这些来烦恼，免免烦恼，食穿富贵，人拢有，无烦恼。不过呢，同款爱修福，爱敬佛培福呢，天作功夫呢，还佫更作功夫啊。虽然功德有回天之德，功德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啊，因此可以改变你的寿命啊，寿命，因此。因德天报是用善，用善人名利尽。因此，我因善做因善，我做无人知影吼，这吼。这属阴，啊，这个，这我来听咧，福报吼。上少福，上平啊，用啊！福报，福报，这个一般的福报，福德啦，好的福德，一般的福德，它属阳。阳，你世间做出生人，做出生人，名归师，名，到底就是名归师啊，名归师。这个是天报师。说你做什么事，你不要讲，绝对不要讲。这样，你有做人生当鬼，今天你是多少，不多少，多少的，绝对不要讲。你有酒就是好功，本来你的功德变成福报，把你的福报给你，给你报，
所以世间出现的人，我翕一个相咧，我是几百块、几万块来翕一个相咧，老实说，就是名贵必先人嘛。为了我，你做书生，做袂，叫福报叫扬扬善，但因是不一样的。因德就是说让你弄好，第一，你可以把你贵人宿命，相命不好的，宿命贵命图给你改一条，我你以后来会光明成就，会天会当光天，会当让你超过这些事，麻烦咱做。有咯，不该困难的哈。做多少，慢慢你心里感受就好。慈善慈悲利益众生，也不用在你口上张嘴啊。我当医生，我是农民；我当兵，我是工人；我不能被送官去外省，我这做工人，你看哦，你不会后悔啊？哪有功德？你不我们做下去，做下去无功德啊！你做干干屁事？你不得啊哈？地位的变不是用智慧的变，智慧的差别性。地位大小不同，什么样的人的智慧修什么样的道，秉性不同，条件不同，修俗境界不同哦。国华高中在说读书文化呢，你不要用在说咧，国华高中国华在说光明大条，修行的境界处理不一样，而且智慧里面的他们一般人的聪明才智，在小的人的聪明在一起哦，就不能就必性啦。你是几点？波的智慧，还有什么小智慧或一般的智慧呢？啊，加个妙智慧，这是区别于一般的智慧不好看。哎，但底下世间这个地位呢，跳了，拢跳了，主要是跳了。世间的一切事物的说，只要了解世间的一切。哦，这哪做？这是我知哦，这看会啦。哦，这哪做？这我嘛知，这个社会现象看会，有意思呢。但我拢清楚了解事物的本体，那这个事物的本体要牵扯到道，一关就下来。我们用脑，我们用电脑，我们会不会做电脑？不会啊！你会用手机，你知道是手机怎么造的？我嘛未晓，啊！你很上面高，啊！内底高着弯，你写在手上唔捌啊！啊！唔捌就是代表我们对道的本体，我们没有清清楚楚嘛。你那个研究啊，过于透彻了，不能清楚了解事物的本体。知其一言啊，不知所言啊，你知影哇？手机啊，你手机用嘛老三十块，七十块都买得着。喂？来接听，好啊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啊不，哎，我咪，完了，其他不会变啦。啊，喂的，你手机变了，喂，啊那是，喂，哎，啊起我，喂的，那变样的，那变样子，那变样啦。啊不，夸张错意哦。我都变了，手机变了没有？我嘛变样，那嘛是试的试的。伊那第一，好来，哎我咪听电话了，结束啦。啊，其他的话。你的发心真的已经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如果如今，昨天你要查资料，今天是干掉所有一切的东西，那个照相机啦、电脑啦、电话啦、照明设备啦，就，啊，但是被我背起做干干。你要害一个小朋友，你做哪些处理啊？是吧？你这，妈，对，他这个，你贴个哀，多的，贴个，滚吧，妈，两种人啊。心情随心改变，多一个笑，体力好，爱就开始进进别多呀，是咯，你还是那个手机好用，你后面无钱多啦，你个官了，你社会无咩，你叫老钱，你他提落就讲那个看阿妈讲，进两杯羹那什么上古锅冲泡的，这个点心你会做啦，哦，不然吹两吹锅的，一旦在一二三五啊，起锅这个是得会带，哦，这冲泡的。我你那跳的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会。啊，是啥？是大人学艺，环境学艺啦，对不？所以，往往拢学现象来变样，发生错觉，多比呢更加不懂。所以，这个错误的思想的见解看法，影响到我们修行的路程。输入决定出路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心态决定状态，这个错觉里面代表你所选择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，是我们的修行能更加稳定健康。啊，不健康就对了，看不？这关于什么？以前连一切理，这个一切智，一切理由是不会是变数啦。一切是道统数啊，一切统数，这种在阿弥陀经典，因修行佛法。
了知了知因修如幻，了知诸有无常，如幻如梦。这款一个，这个三不念啊。二乘言为着要吉人入灭，消灭二入幻，你懂吧？所以修无我现在无我的境界，把我的我执心放掉。所以他一直精进精进，执行无常啊！一切世间无常的变化啊！他妈少年那边唠唠，少年那边被他蒙。一切法里面他说无常，现在一直异常。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东西？心理的现象。这是心理很强的变化了。你应该可能啊，阿三阿妈，你听到这几回，阿三在少年会变成那种你看到你这心理吗？看到心理讲不出来。我妈妈喜欢专升点数言的。我妈妈，伊是等人讲话吼，是咱专政内底我是第一路嘞。伊不能，伊第一叫我妈的，阿妈你，我妈妈你才搞，你排电视才第一嘞，我又阿讲，第一就是伊。伊要看看我第一嘞，哎，我先我是我专政，我是第一路的，出来生活先，到哪里呐吼？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那差不多了吼，那可惜了，诸行无常。如法无我，一切法里面都是缘生缘灭的东西升起的三法，一来念不可能主体啦，这名言无主体，这也派嘛，暗中我在想，别再把我想也空了，我怎么那想啊？你这是缘生里面的名言，是因缘所生出来，这嘛是因缘所生啊，这我单纯的怪啊，对不？啊，这第都是因缘所生，我跟你有主体。嗯。啊，我等下，你哪里？延伸里面里面的，所以它里面的延伸延续法里面都是依缘法的东西，无自性的延起无自性。你讲依波结处性，它控制家己啊。你这世间的看所有物件，看到都是幻嘛，都是幻觉。厝啦、钱啦、衣物啦、金，什么一些物件都是幻觉所生的东西，是个错觉的心，一个错觉的心理啦。所以你话延伸里面身边无常，苦和不苦。你现在放比较快乐吗？你回来我们该谁在谁了啊？现在比较快乐吗？我你泡面放慢，我你八道田放慢，八道田老了来不提倡，我你咋身体不起？哎呦，腰酸，哎呦，哎我就病，我就病，啊不好的，不好，腰就是啊我腿我都没有，那个没有一个安慰，没有办法，那个我体贴，我在苦了，多陪你生，我咧有咧，我咧长咧，不咧顺，主人啊，听皇主人啊。用嘴来没有办法控制的，生老病死谁都无法去控制它，那个叫定律。因地奉行，因地在奉这个物件，三法因地修这块，因地个人命你敢知？看会几方面下呢？这道我懂道，我信什么呢？你追求呢？所以旁边世界咧无一个消息，我里面不要想说，我另外要吃青菜，我另外要考试考呢，我未有去跟人结婚。行淫欲食饮食饮饮食罪，因欲家己爱饮食，爱饮食啦，爱困啦，爱饮欲啦，我开始生个是安尼，这三方都退出去啊。爱食食好，食好我就成年，啊食好。